快快快快快，学姐开了，开了，有莲子气息。是莲子，两个修真者下去碰到那个妖怪肯定活不成了。只要这毒物一出来，这些修真者可都是我的美餐了。这是什么？我说吧，莲子的气息就是从这里面出来的。莲子？嗯，不是说是假的吗？我刚才也是在结界开合的时候才感受到莲子的气息的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原来底下真有莲子。小心！这是蛤蟆精吗？怎么这么大？还是一只修为很深的蛤蟆精。就是这颗内丹要释放毒气。快把内丹还给老夫吧，一会儿就要排出毒气了。原来就是你这个大蛤蟆想要在此时释放毒气啊，我们现在就把它给毁了，让你跟鹅老爷的诡计落空。老夫跟他不是一伙的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想抵赖？这个苦肉计对我可没用啊。老夫也是被尔老爷所骗，他看中蜕皮期的我，每晚子时会排出毒气，来坑害你们这些修真者。那你也是助纣为虐。不是，这毒气对常人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一时灵力受损罢了。但常年在老夫体内，老夫的命休矣。你小心有诈。